这位的脑内构造，音乐占据了他生活很多很多，而且也可以看到哈、哦，正能量、坚持、练习、事业、健康 9% I could， 他是谁啊？蔡徐坤。我觉得今天这个游戏真的是太好猜了，对不对？有挑战性，没关系，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游戏跟大家一起来玩的哈，必须得具有一个挑战性，对的。坤坤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，首先呢，就是音乐嘛，离不开的，我的生命中。那音乐上面我第二个写的就是艾坤，也是我生命中离不开的。那很重要的一点是，之后我写了正能量，我希望能够传递给你们的是我的正能量，还有我的坚持。所以需要通过我不断的努力，不断的练习，是不是有点官方啊？是。事业健康，有点吗？但是为什么写 9% 呢？是因为现在希望我们能够集体 9% 能够出好的作品给你们，所以其实我写的所有的东西，对，都是我第一时间想到，然后立马就写下来。太棒了！而且虽说呢，坤坤自己说刚刚有些官方，但我觉得可能这就是他真实的一种正能量的表现。那我们呢，接下来要继续看下一张了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可以把速度放慢一点，跟大家多聊一聊哈。